市长，你说到底是谁决定供浊水的？实际上是那个自来水处长，他自己做的决定。既然哦，这个大家这么关心这个题目，我们干脆就把完整的检讨报告写好以后，下个礼拜公布。因台风过后，南北市溪的浊度破表，且台北市还继续供浊水，北水处浊说，真的要请水处长，他不知道要不要停。他本来就是这专业，他通常都是交给这个专业局处去处理。苹果也带大家回顾下柯P对浊水问题的说法。中央政府要出来，要整个要检查了，沿着这个南势溪上去了嘛，就水土保持要去做检查。100年，翡翠水库在行政院的那个报告还全部拿出来。就是南势溪的水太浊了，翡翠水库这边北势溪是没有问题，所以还是上游水土保持还是有问题的。柯市长整个礼拜都为浊水问题杠上中央，但有网友觉得柯市长应该要出来负责任啦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，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，